什么是最好的保健方法？在佛教里面，只有这个宗派，这个法门，保证你一生成就。其他的，需要你自己用功咯，无保证的。今仔日这个社会，比过去啊差距真大。现在人都有经典会当深入，二三十年用伫一部经典顶面的真少，无遮长的时间会当入去，只知影一点皮毛。现在伫佛教内面，人才真缺乏，亲像过去阮的顶面一代拢比袂着了，这是真大的这个危机。一切法从心上生，所以境随心转，这是佛经上的讲的。冈本博士是日本人，他用水做实验证明这句话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在那物件下面，这个答案都不同，你的善心答案会真正水，你的恶念答案是真歹看。所以咱动几个念头，水伊知影，这毋是讲一般人做会出来。人身体健康，你会当讲有爱心，反应是上界水，健康长岁寿。起心动念反应都不同，在那物件里面最清楚。所以人要养成一个好的念头，好的心肠，帮助你健康长寿。宗教里面找为众生服务的，这念头上最好的啊。宗教里面几乎都有说，人我心是一体，所以咱就要发心帮助苦难的人，帮助迷惑的人，这是神圣的事业。把这些代志真正弄清楚、弄明白，啊，就知影讲咱行的这条路是真正有价值的，是尊贤的。无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伫这内底为苦难众生，就算讲这个代志也无做成功，伊也是善念，伊也是善心，依然是会得到这个众生的加持。明白这道理，人无论是早晚，定定遵这个善心、善念、善意。这就是保健最好的方法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